顾邦年的恋爱长跑何润东终于在近日公开宣布与女友 Peggy 已经登记结婚了。在新婚的第一天，夫妻俩就携手现身。面对媒体镜头， Peggy 虽然身为圈外人，倒也是一脸放松，毫无压力的感觉。当天何润东旧伤未愈，右手仍旧打着石膏，而贤妻 Peggy 则是在旁边对他细心照料，一手挽着老公，一手贴心为老公撑起雨伞。人逢喜事精神爽，一向对感情事保持低调的何润东如今已经年过四十，想来幸福来的也不算晚。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一个算幸福的阶段，稳定稳定美好，我觉得我是一个会是一个还 OK 的爸爸。新闻在线综合报道。